没想到在管理室的下面竟然有这样的一片空间，上次密告中的信号源就是从这里发出的，还是先回去报。来都来了，那么着急离开干什么？什么？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游戏自动运行的原因已经确定是人为触发的，但是目的之类的都还不清楚。知道了，准备一下新一轮的操纵游戏。总之，做好准备。那个干扰游戏的人应该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啊，好的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猪头，你闭嘴，安安静静的看着就行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啊，诸位观众朋友们，诸位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本次参加。我刚刚看你在上面，根本连头都露不出来啊，长得有点矮啊。啊，我太矮了，朱姐，我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好啊，这一期我就一个任务，好不好？就是活着啊，活着。任务我也不去做啊，镜头我也不想要了，好吧，让我多活几分钟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图它困难就困难在啊，这个路都很宽啊，就你跑的时候你一眼就会被看到。对，它路很宽的情况下，它每个建筑还很大，它不像我们之前那个，就是都是一个一个小房子，中间可以穿梭一下，它这个基本上很难啊。明明是大城市，结果还有羊啊、牛啊，在路上面肆无忌惮的走。开始了，距离三距离人被放出还剩60秒，我的天！赶紧润，赶紧润，我真的有点害怕呀、哎！他那个顶上那个，哎，我操！我先跑了，遇到猎人的话，你要保护我，你知道吧？哦，被人抓。你看了，我感觉咱俩再待一会儿，那个猎人就来抓咱们了。我觉得对的，那走吧，拜拜。拜拜，那我羊不要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大家很有可能都会被第一个抓到啊！当然我这里不是 Q 八度啊，所以说，哎，不用特别那个在乎。商场也可以。哇，蛋蛋你头各自飞了，属于是。还有10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这是一个逃走队员躲避猎人完成任务的游戏，这就是全员逃走中。本次逃走队员被投放到了爱古城，他们将在这里展开猎人追捕游戏。游戏每生存1秒可获得100 BB 的奖励，如果安全躲避30分钟可获得18万 BB， 一旦被猎人逮捕即刻淘汰，只能获得当时 BB 的1/10。本期设有弃权亭，一旦弃权成功可获得当时的所有 BB，并且场地内会增加一局猎人，六七获得的 BB 降累积，前十名将参加最后一期的最终赛，争夺逃走王。哎，还那赤影呢？跑了，完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开局少一个人，没了，就剩俩嘉宾了。两个嘉宾单走啊！哦呦，猎人怎么刷到我脸上呀、啊？猎人啊！啊！猎人刷我脸上！哎，先猫在一个很怪的地方，哎，对吧？被猫在这个很怪的地方。然后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码头啊，在码头。哇，它这个地图好难躲呀！我觉得是完全不知道该躲哪，你知道吗？完全不知道该躲哪，太吓人了！真的是把人暴露在外边了，我操！还有个坑，你卡住了，我操！是我卡住了，你卡住了。喂？喂喂喂，你在哪 ？Anybody here？ 坏。还有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里有没有人？不会有人来这里的吧？拜托，我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人来了 ？OK， 躲在这个。我靠！我听见你在附近。快来吧！来，好恐怖呀！好家伙，就盯着我抓呗！我刚说完今天我要得第一，直接就在我脸上刷出来一个猎人，好离谱呀！哎呦，有点恐怖的。应该是猎人已经放出来了。镜头少一点不要紧的，先把命保住要紧啊！乐，啊，
看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对，我们就看这场巴杜能不能打破他的魔咒。如果只要他不第一个死，他就封神。只要他不第一个死，我觉得他都有可能拿第一，你知道吧？任务一，游戏区域内出现两台任务箱，猎人将在五分钟后放出。逃走人员可以前往阻止猎人箱的位置，分别在灯塔和植物实验室。逃走队员可以前往封锁。任务一，阻止猎人放出。有两台猎人箱出现在了游戏区域内，五分钟后猎人将全部放出。猎人箱的位置分别在灯塔和植物实验室，逃走队员可以前往封锁。我在外面看一下，好吧，我帮你放个封。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忙。如果你是因为我而死，我不会心怀愧疚的，真的。啊，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好想抱团啊。哎，我就知道开头第一个是我，完了，暴毙了。哎，加封暴毙。哎呀，猎人，我操，快跑呀！我在跑呢，怎么办啊？能甩掉吗？往左转，大佬带我转弯，转弯，转弯。好，转弯就行，转弯就行。等下，那我这个地方就在植物实验室的旁边啊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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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嘛？不太清楚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装置，但是应该不会对游戏的进程造成任何影响吧？不对，我们应该都见过的，你忘了吗？这种猎人箱能使已被逃走队员封锁的猎人再次转变为未封锁状态。那既然这种装置出现了，是不是说明有内鬼？什么鬼？补充一下任务信息，并投放一个举报装置。我们不能直接影响游戏的过程，所以。能不能找出内鬼就要看他们了。你盟中出现了内鬼，伪装者会给猎人通报逃走队员位置，同时史蒂夫石像会出现一个举报装置，举报成功可以将每秒 BB 提升。啊，有内鬼，举报成功可以将每秒 BB 提升为100，但是每次举报失败都增加一具猎人，场内人数一旦少于等于4人，举报系统将会失效。任务一，猎人箱被封印后也可能会出现被内鬼再次变更为未封锁状态。你们中出现了内鬼，你不会是内鬼吧？特殊任务，找出内鬼。逃走队员中出现了一枚内鬼，内鬼会通报给猎人其他逃走队员的位置信息，只要内鬼还存在一秒钟，逃走队员就有被定位抓捕的可能性。在游戏过程中可以前往史蒂夫雕像举报内鬼，一旦举报成功，每秒获得 BB 将上涨至200，但是一旦举报错误将增加一具猎人。游戏区域内一旦少于4名逃走队员，举报装置将会失效。同时任务一的猎人箱也有可能会被内鬼再次变更为未封锁状态。走任务去。去灯塔啊、灯塔和什么植物实验室。灯塔哦，我认识中文来。我们。但我们怎么发现别人是内鬼呢？我们得去跟别人多接触啊，但是这个我们又得躲起来。我们去史蒂夫石像举报啊。你不会是内鬼吧？我不是内鬼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做任务？你就是啊。那你举报我你加一句嘛，我就自证清白了呀。我对加猎人我是无所谓的。这还有举报的啦，这怎么还举报的啦，真可怕。等一下。灯塔跟植物实验室，我的位置的话，在植物实验，离植物写的实验室比较近，要不然去蹲一蹲。那要小心一点，我们先去。我这是在码头，好像做任务啊，走啊，我们要做任务啊。这个任务我们有人的位置被内鬼通报了，你刚刚不会通报了我了吧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你身边啊。有人的位置被内鬼通报了，你不会真他妈是内鬼吧？我不是内鬼呀，我去，相信我，我是嘉宾。
肯定有人，这里有个举报装置。但是这个举报装置是说白了就像一个怎么说，像一个投票吧，就是你知道内鬼是谁的你才能去院，你不知道内鬼是什么你就不能去。而且那还有个猎人，我操，特别的吓人啊。是吗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第二次别唱。有猎人，有猎人，小心！是猎人还是伦多啊？看一下，灯塔啊！我靠，那猎人怎么站在那个位置啊？快快！这伦多啊，这伦多加分啊！白来了！未放下状态即为封锁，未放下为封锁状态，未放下。是封锁的，笨蛋啊！走走走，咱们就我以为你们去植物实验室了。内鬼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哎呦，完了！完了！我的天哪！哎，故事结束，完蛋了。鬼你不懂，我终于问了第一个了，太感动了。任哥，我会继承你的意志的，好吧？可能被炸，莫名其妙。哇，这到底是封上了还是没封上啊？天哪！任务一结束，游戏区域内增加一具猎人。牧草人呢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桥上。有猎人，有猎人，有猎人，先走。被狙击泵卡了，怎么？蹲一下。目前是还有死人吧？死了呀。死了吗？等一下。掩护，我看地图，我在你后边，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人的。真的吗？你不觉得我是个猎人吗？走，回头，直接跑！跑！完蛋了！柠檬草被抓了。哇，柠檬草怎么死的？柠檬草，我真不是内鬼啊，兄弟们！啊，宁宁被抓了，对吧？我一开始我还说我要跟他们商量好要一块躲的，我的天，这个太吓人了，这个太吓人了。哇，宁宁被抓了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应该是灯塔那里吧。就相当于是我这个地方已经封起来了。OK， 这边已经封锁起来了。好的。不是肥皂就是甜梅啊！甜梅录制之前感觉他有点反常，我就说是为什么？甜梅肥皂，我靠，史蒂夫实际上在哪里啊？啊，在灯塔地区的这个边上啊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气旋亭了啊。也不知道，哎，我看到啊，我们的这个气旋亭的这个正前方啊，有一具猎人啊，可以看到。如果说这一期有人气旋了，我们就会放出新的猎人。哎，不是，伦多怎么在这边啊？伦多，哎呦我操，伦多怎么在这边啊？完了，这边跳不上，紧张了。OK， 跳上来了。这抓人节奏稍微有点慢啊。特吃肉嘛，他的四个仓库内分别有不同东西，其中一个里面有内鬼的线索，其他几个仓库内是惊奇还是惊吓，只有打开了才知道。特殊任务，获得内鬼线索。码头有四个仓库，其中一个仓库放置着内鬼的线索，但其余三个仓库是惊喜还是惊吓，谁也不知道。哎，
哎，这边仓储，这边仓储。队长，三号仓库，拉。啊，拉。拉。我们把码头里面所有东西全部给他拿走。大家都知道，三哥是贪婪的。码头对我来说有点远了。嗯，好远啊。要不然交给他们。哦，没用。没用啊。没用。拉拉。哎，拉。贾峰拉向三号仓库，由于群内增加巨猎人。猎人来了，猎人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什么？什么？那边有猎人啊？对，那边有猎人，那边有猎人。宝贝，转弯！宝贝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，我在你后面。OK。我操！我拐了。请去抓他们，赶快去抓他们！内鬼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家风，我猜是家风。刚刚家风还在那选举呢，就为了拉拢人心，懂吧？刚刚家风还说了，就是想拉拢我，是不是？我可喜欢这个身份了，我就是内鬼，内鬼就是我。鬼人在体育场附近，让猎人过来抓一下他。鬼人，喂，鬼人。就你通报我是吧？就你是通报我是吧？哪里？通告有人的位置被内鬼通报，你直接看到我，你站在这儿原地不动了一下，就是阿尚，看到阿尚了，就是阿尚。哎呦，完了，阿尚完了，我的天哪，阿尚是内鬼，完蛋。如果能活着回去，我们就那什么。你一定要立这 flag 吗？哎，伦多，我终于遇到活人了。我可以信任你吗？我可以信任你吗？这句话我想问一下你。我可以信任你吗？我跟你先跟你说一下，我全程一直在跑路。我也是，我全程一直在跑路。啊，有人在仓库啊，就懂了啊，相当于是有人放出了仓库里面的一具猎人是吧？可怕。OK， 我们直接打开仓库。他们是不是都拿了？我操，这么多东西啊！咱们继续做任务，走。China的猎人是我们放的，无所谓。继续做猎物，这不是什么做猎物，做任务，放猎人。他跟那个居民区啊，千万不要乱躲，真的。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你哪间房有没有路，后面猎人啊，我去，完了，追我来了，这你妈我咋找到猴年马月去啊？不是，猫猫怎么老是搞这个奇葩东西啊？拆，这么多箱子，要找东西吗？啊！这跑！又来了！不要啊！他是不是他妈这一局老在追我们呀？我操！我有东西，我有这。我的装备是烟雾弹，我扔完这烟雾弹，咱们就可以跑了。走！哎，扔了，没用啊！哎呦，好惨呀！我操，扔了。跑吧！哎，有用！贾峰拉下一号仓库，由于群内增加一猎人。不是，他们手气都这么差的吗？
找到了。真奇怪耶，为什么控制台显示的还是个人赛？因为能够改变游戏赛制。不是只有你吗？我懂了，这次套中本身就没有内鬼，只是有人顶替了套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游戏，所以那只要消除他的存在不就好了吗？傻狗，不是说过我们不能直接影响游戏进程的吗？没错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装置来识别套队员的身份，一旦顶替者使用了装置，那么他所有的身份信息我们也就知道了。现在的问题是有内鬼啊。任务二，所有逃走队员需要在5分钟内前往医院或体育场进行认证。5分钟后未认证的逃走队员将被猎人定位抓捕。但是内鬼一旦进行认证，将直接通报内鬼身份。注意，不会通报有谁谁谁几个人进行认证。注意，每个人只能认证一次，多案后会通告给猎人位置进行抓捕。Okay、任务二，认证身份，找出内鬼。体育场和医院都出现了认证装置。5分钟后未进行认证的逃走队员将被猎人定位抓捕。但是内鬼无法进行认证，内鬼一旦认证将会全场通报内鬼信息。医院在我的下面， OK， 现在可以，现在必须得出去了。果然是不可能让我一直苟着呢。哇，肥哥，肥哥在吗？肥哥，啊，内鬼线索卡在我身上，哈哈，可以，走，我们去体育场。这边就是医院，医院就在边上，先把医院做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吧，我有点迷路，这是哪里 ？VR， 看不到哔哩哔哩。哎呀，没有那种标志性建筑。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我不一定知道，我不一定知道，因为这次在帮你们调那个嘛，我没怎么看。医院就在这，哎，就这个吧，这个认证处。认证处。认证吧。有猎人，有猎人。完了、啊、我的天啊，我操，肥皂不摘被抓到了，剩余六人。大乔哦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里，就这里，没问题没问题，快到体育场了。在找医院吗？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就是从医院的地方，我和伦多他们几个从那里跑出来的。啊，轮回，这是轮回。哎，快跑！没事没事，不要抓我，你跑就行，你跑就行，不要抓我。哎，分叉了，再见了，宝贝。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人举报吗？哎，我们到体育场。扯淡！哎呦呵！哎呀，现在看不到了，往后走。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，还行。没看到我，没看到我。我操，也没时间去做任务呀。认证了，认证了。从哪地方出去啊？有人吗？没人。哦。OK。快啊，对 ，OK， 快走。八度去哪了？八度呢？八度去哪了？八度。我看到黑，我估计我今天会得他妈黑衣人 PTSD 了。我看到这个黑衣服的人我就害怕，希望做梦不要梦到他。那现在咱们只能勇一点了。
你知道吗？我这一整把真是，怎么说呢？多灾多难，你知道吗？多灾多难，真是多灾多难中的多灾多难呢。完了，有个猎人，有个猎人，有个猎人。八度，八度，八度，八度！哇，里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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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救援，我救援，我救援！嗯。好恐怖啊！哇，兄弟们，跟我走的人啊，全部都记了呀，一个一个不剩啊！教练，教练，苟不住呀！我靠！露娜一出去，我感完了。哎，任务结束，暴毙未进行认证。从现在开始，全场猎人将定位抓捕。哎，夹缝，夹缝，夹缝！快走！怎么快走啊？他们说夹缝，他们说，他们说，不行哦！桥那边好像是封掉了，不能过去。我也不知道夹缝在哪里啊，刚看好像夹缝没进去啊，那夹缝没死吧？我现在好像没有注意到屏幕左下角。一般来说，责任是会显示的。应该是这么回事的啊！声控游戏，哎，我操，我命休矣！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回来了。操操，师傅，刚直接刚有个猎人，跟我待在一起，跟我待在一起，你会被诅咒的。往那边跑了，我操，吓死我了！还好还好，我刚刚也碰到一个猎人，哇塞！对对，应该就是刚刚那个。OK， 我论了，我们不能待，不能死待，对，两个人死待肯定会被抓。对对对，两个人肯定会被抓的，快走了，快走了。你对我笑一口。八度在体育场后门。对不起了，八度。有人的位置被内鬼通报啊？不是阿商吧？不对，那我现在已经跟阿商分开了，而且我已经不在之前那个地方了。那就是甜梅或者肥皂了。暴毙呢？暴毙呢？敖晨，我知道了。甜梅肥皂、阿桑、伦多，我，现在就只有我们五个人还活着。不是吧？来感人了，啊，这感觉有点小扯淡啊。大家的希望，现在是大家的希望。阿商，阿商在哪里啊？阿商，不是选了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你可能没有人。谁举报啊？现在只有四个人了，只有四个人了。OK。五分钟后，游戏将增加五具猎人。如果想要阻止前往便利店或找到拉杆装置与 TNT， 然后到达史蒂夫雕像大桥附近，然后到达史蒂夫雕像大桥附近引爆炸药，摧毁大桥即可阻止五具猎人放生。任务三：阻止五具猎人放出。五分钟后，史蒂夫雕像处将会激活五具猎人。逃走队员需要前往便利店找到 TNT 与拉杆装置，然后到达史蒂夫雕像处将桥炸毁，即可阻止五具猎人放出。如果任务失败，游戏区域内将会高达11具猎人，到时候逃走队员们可见大致难为了。啊，什么派？快，我在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我来找你，我来找你。这跟我走就行，跟我走，无条件跟我走就行了。可以去做一下。我，哎呀，我靠，其实活到现在也够本了，对吧？我先看一下我地图位置在哪里。我现在在最北边，然后我要往最
最东边走。行，那我就往最东边走。阿商，阿商，抱歉了，阿商，抱歉。啊！我有点怀疑你，家风，怎么办？怎么证明你的清白？我真是清白的呀。体育场绕一圈吧，现在只能用这个笨办法，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便利店在哪，应该是在这里。这跑车跑车跑车，猎人了，出吧！别追我哥！话说我在这么空旷的地方，真的。OK， 回去。哎呦，人多呢。嘿嘿，拜拜。啊！哇！五分钟内，这是大桥。大桥旁边，他就在这里啊。拉杆！应该不会进来的。拉杆在哪里啊？阻止！是在这阻止的吗？地府雕像附近的大桥。我第一个箱子翻到 TNT， 哇塞，运气有一说有点好的。太紧张了，没来得及看任务。我的。快点，再给我点时间可以吗？再给我点时间。堵起来了呀！我操！真的，如果这期我不是内鬼的话，我估计早被淘汰了。这伦多加分啊！白来了。未放下状态即为封锁，未放下为封锁状态，未放下，哦，这封锁了。你们去植物实验室了。走了，别在那边待久啊！下没有了箱子，哇塞，家风也没了，只有两个人了。What the fuck？ 还有谁啊？还有我，所以我现在状态是死了还是没死啊？这。商也是内鬼，哇！那甜梅这局超神，再找到一个不让他做任务就行了呀。快点呐，八度呀。OK， 快走！好家伙！那我现在直接去711，最后五个人，我觉得怎么着也那个，就是最后一个人了嘛，反正。哪里有房子？先这么躲。我靠！那最后一个就是八度呗。八度在711。太刺激了！哎，这个不让进。任务三结束，由于桥未完全被炸掉，游戏区域内增加五局猎人。还没结束吗？啊？
给家风戴上我们的金头盔啊。还有最后一个八度，八度你是弃权还是不弃权？啊，我不是引爆了吗？啊，可以放在金块上，对啊，啊，对，等一下，八度现在只能狗的了呀。那我现在就相当于是一个猎人，然后我在这边勘察地形。啊，不算吗？刚刚应该彻底不能出去了。我刚刚那个不算吗？八度，咱们不要躲了好吧，你这个分已经够决赛的了。八度真的咱不要躲了，商量一下，咱不要躲了。八度你能听到吗？我已经准备去建筑屋里找你了。啊，这不扯犊子吗？还有两个人啊，剩我和谁啊？我和田梅吗？是田梅吗？还是不是田梅？不知道。哎，幸好没出去啊，出去的话就被猎人抓到了。好多呀，天哪！八度，你这样躲着没有画面的，没有画面的，没有画面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。哎呀，就剩我和你啦，你说你还躲什么？反正就快结束了。我还以为他要过。哎呀，这个就有点，nice 啊，兄弟！游戏结束，恭喜高八度获得胜利。从第一期开始 ，BB 降累积 ，BB 累积排行榜前十名将参加最后一期的最终赛，争夺逃走王。什么情况？我炸了呀！我炸了呀！这干嘛？哪里呀？天体啊！妈妈，结束了。哎呦我靠！这个谁也想不到呀！虽然次套中出了些意外，但总之还是正常结束了。大家先去休息吧。啊，总算顺利结束了。奇怪，任务二那两个顶级者信息怎么没有收集到？总之先调查看看吧。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难道你不觉得看他们勾心斗角很令人愉悦吗？什么？贪婪、内斗、背叛、互相猜忌，这不就是他们的本质吗？真的很让人感到愉悦呢。被加密的文件，这是什么？